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豆干2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葱，胡椒粉，温水，香油，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10到20分钟，准备好原料，把葱切碎，豆干中放入葱花、盐、鸡蛋、胡椒粉、温水、香油，搅拌均匀，放入蒸锅中，饭上加个小盖子，蒸上10分钟，蒸熟端出。烹饪技巧，蒸蛋羹时在晚上再加个小盖子，这样蒸出的蛋羹很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帮本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